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进攻想定一力量的演算法元神安固诸方之素演活动攻略助援取得方式防御想定进攻想定元神 4.7。 好的，这一波进敌敌关来阵容配置，把这个单位和这个战绩都给带上，然后开始建之后，看我们屏幕下方这边有123啊，这边是可以放这个东西的，放这个怪，把怪都放出来。然后我们有这个E技能，E技能对着怪堆一放，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塔给它打掉，等这个塔掉完之后，他们单位会站在这边，然后他这边上面有个条，塔上面有个条，条满了他就归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他附近放这个东西。考出你误会又气，考出你实验对象选错了，考出你考出你呀，考出你后会有期，选对象选错了，来哥考出你啊啊啊，对，好了，我们牛头轮砍打他了，然后棍啊，好了，这波搞定。